我想排了四五个字到啦，半个钟至九个字到啦，半个钟头。佢排得耐啲，因为我系负责俾钱嗰个嘅。呢个冇计，真系唔知道。半个钟头。呢间都值嘅，条龙短啲啊嘛。系我琴日见到九龙塘，咪有一成嗰度仲长龙喎。系咯，咁啊依家都 OK 嘅。我哋翻工，而家放碧桂买啊嘛。咁我今日叫佢买一送一，咁咪试下咯，可以。难得有优惠，咪过嚟试下咁样咯。都抵啊！平时太贵唔舍得食啊。即系我觉得 OK 嘅，但系因为佢平，所以就啊咁好啦，食多次咁咪抵啲咁样咯。唔会，因为45元太贵。我都唔知我听日再排过咯，唯有。啊唔会。KFC 咯，会啊，唔通唔买？帮老板买。因为冇晒雪糕酱。